请掀开讲义第一面依教去求第二段最后的两句看起，去入诸佛法界，安住诸佛境界。昨天我们讲过，设法界因行，我们从业因就能够体会到果报。佛法界在《华严经》里面是所谓的华藏世界，在《往生经》里面说的是极乐世界。那么在其他宗教里面有说天国、天堂、天元，那么是不是诸佛的法界呢？这一桩事情啊，实在说与法界没有关系，与修德有关系。如果他是入了佛的境界，换一句话说，在十法界里头，无论哪一个法界都是佛法界。像三千年前释迦牟尼佛事先出生在我们的世间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佛与我们呢和光同尘，我们看佛跟我们没有两样，每一天也是要吃饭，也要穿衣，也要工作。但是我们要明了，我们住的是十法界里面的人法界，而释迦牟尼佛呢，他住的是佛法界。这个话怎么说呢？我们怎样去体会呢？为什么说我们住的这个法界是人法界？何以他住的是佛法界？我们同在一个地方，同在一张桌子上吃饭，同在这一个地区生活，何以我们的境界不一样？这里头的道理与事实真相，我们要细心去体会。人没有忘掉自私自利没有忘掉是非人我，没有忘掉名闻利养五欲六尘，我们在这个境界里头生起了无量无边的分别执着，这叫人法界。佛法界是怎样的呢？我们知道，诸佛如来心地清净平等，他没有分别，他没有自私自利。《金刚经》上讲的
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不但无四相啊，四相的念头都没有了。《金刚般若》后半部所说的无我见、无人见、无众生见、无寿者见，这个见是见解，念头啊，念头都没有了。所以在他的境界里面是平等的啊，决定没有啊人我之分，更不会呀有国土之分、族群之分、宗教之分，没有这个分别啊。他与一切众生呢，自自然然融成了一片，这是佛法界。佛法界，诸位要晓得，无处不在呀！你说十法界里头哪一个法界不是佛法界呢？佛所住处啊，任何一个法界都是佛法界。诸佛菩萨现身在出生道，出生的法界是佛法界；示现在恶鬼道，恶鬼法界是佛法界；示现在地狱之中，佛家常讲啊，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啊？佛菩萨在地狱里面度化那些苦难众生，佛菩萨住的是佛法界。佛法界叫一真法界，因为这些迷惑颠倒的众生迷失了宇宙人生的真相啊，生起虚妄分别执着，才把一真法界变现出无量无边的法界。注意这个要知道，实不是一个俗字啊，实是代表无尽啊。那么世尊为我们讲解，方便起见，无量无边法界乐举这个十大类啊，这个我们能想到。我们两个人在一起，两个人境界就不相同，也就是说我们两个人对于一桩事情、对于一个物件，两个人看法不一样啊。这个看法不一样就是你境界不相同，境界不相同啊，也就是各住各的法界，这是凡夫啊。今天善财童子海云菩萨在此地为我们示现啊，示现的目的呢，提升我们的境界。我们要学佛，学佛要学得像佛啊，要能够入佛法界，要能够住佛境界，我们就修成功了。那要怎样落实呢？还是一句老话，利妄想分别执着啊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尽可能的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啊。诸位一定要知道，妄想分别执着是错误啊。世间人呢，对一些事物啊，他不懂这个道理，不了解事实真相，斤斤计较啊，
这个斤斤计较就是严重的分别执着，这个错了啊！这个我们是诸凡夫的法界啊，这个境界很低不高啊。世间圣人常常跟我们讲，量大福大啊，这个话很多人都听出啊。在佛法里面，佛的心量，我们常常赞叹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啊，这个心量呢，这是诸佛的心量，这是诸佛法界，这是诸佛的境界啊。我们怎样把这个小心量放下啊？为什么放不下呢？我们把眼前这些现象啊，误以为是真实，不但这个身外啊不是真的，连自己的身体都不是真的啊。《金刚经》上说的很好，大家都念得很熟啊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包括我们的身体啊，天天念，念了几百遍了，念了几千遍了，还没有看破啊，还不能够放下。所以佛祖这些历代的善知识们为什么教给我们一定要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？道理在此地啊！啊，念了一千遍了，念了一万遍了，境界依旧转不过来，你还要念。啊，有一些同学问过我，啊，《无量寿经》已经念了一万遍了，但是境界转不过来呀。是不是这个经不灵啊？是不是这个方法有问题啊？不是的。啊，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？你的功夫还不够。啊，就譬如这一个人肚子饿了。啊，怎样才能把这个饿病治好呢？你吃饭呢，吃一碗不饱啊，啊，是不是饭有问题呢？没有问题，再吃一碗吧，再说还不饱啊，你再吃第三碗呢，啊，吃饱了，可见的啊，不是饭的问题，你那个饭的量不够啊，啊，我们境界转不过来啊，也就是这个读经听经遍数不够。哈，古德有说过，说读书千遍呢，其义自见。啊，诸位晓得是从前人读书千遍他就觉悟了，现在人读书千遍不能觉悟。啊，那什么原因呢？现在人的业障比从前人重啊，从前人呢千遍能开悟，现在我们试试看，念一万遍看能不能开悟，一万遍不能开悟，再念一万遍决定有开悟的时候。悟如之后啊，境界就转了啊，你才能真正体会到佛的境界啊是什么样子啊。佛境界大自在啊，身心清净，清净的无忧无虑，无有牵挂了啊，见思尘沙烦恼都没有了
啊，那跟我们现前的生活完全不相同。啊，决定不被外面境界所转。啊，在天堂绝不生贪念之心，在地狱绝不生嗔恚的念头。他住的是平等正法界，心平等了，境界平等了，法界平等了，那叫做诸佛法界，诸佛境界。这个一段呢，我们就介绍到此地，请看底下第三段。见此难行，向海门国，这两句是经文，下面呢是清凉大师的注解。啊，是苏云啊，清凉大师这书里头给我们解释啊，解释这两句，表观心海。这个海门国是表这个意思，为智心地深广门故啊，海为法门呐，普眼法云，深广福运诸众生故，表智地中观察众生，生起深广大悲故。这是二地菩萨啊，这是这个第二住菩萨了啊，二住菩萨。见此难行，这是善财童子参学啊，他是离开了吉祥云比丘啊，吉祥云比丘是第一位参访的善知识，前面跟诸位介绍过，他所修的、所教的、所传的是念佛法门，这个用意很深呐。五十三参呢，第一个法门念佛法门。到最后第五十三位善知识普贤菩萨，十大愿望倒归极乐。我们有没有在这里想过啊？有没有留意这个经文里面排列的这个顺序所含的深意？你看，一个头，一个尾，彻始彻终啊，就是一个念佛法门呐。啊，当中这五十一位善知识，虽然个人修的法门不一样，那是方法手段不相同，没有一门不是念佛法门啊。这个念佛是广义的啊，并不是只念阿弥陀佛啊，但是在所有一切念佛法门当中，念阿弥陀佛这个法门最为殊胜啊。怎么晓得呢？吉祥云比丘修这个法门，普贤菩萨、文殊菩萨都修这个法门啊。如果不是特别殊胜，他为什么用这个方法来为我们显示啊？我们学华严要在这个里面去体会呀，然后对于这个弥陀法门呢，深信不疑。怎么样修学呢？马明菩萨在《起心论》里面
教给我们一个原则，这个原则是个共同的原则，无论你修学哪个法门，乃至于修学其他宗教法门，你只要符合这个法门呢，全是佛法。啊，那什么叫佛法呢？佛是觉悟的意思啊，佛法就是觉悟之法啦。啊，菩萨在《起心论》里面教导我们，立言说相，立名字相，立心缘相。你只要懂得这一个秘诀，无论修学哪个宗教都是佛法。这个佛法的意思是都是觉悟之法，你一定会觉悟。如果你与这三句话相违背，你天天念阿弥陀佛还是迷惑颠倒，念华严经也是迷惑颠倒，你不觉啊。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。啊，怎么叫立言说相呢？不执着言语，我要听言语里头的意思。你懂得不执着言语，你就会想到不执着文字。文字是语言的符号啊，语言不能执着，文字当然也不能执着。啊，你执着就错了。啊，言语文字，它全的是道理。希望你从这些这个形式里面呢去体会它的道理，道理明白了，言语文字不需要去理会呀。啊，第二条叫名字相。佛教化众生，为了说话方便起见，他老人家也造了许许多多专门术语。啊，为什么要用专门术语呢？在表达意思的时候，可以节省很多时间啊。那么我们晓得名词术语是佛陀教化众生的工具，讲经说法的工具，也不能够执着。啊，我们从名词术语去懂得它的意思就行了。啊，这个重要。啊，第三条呢，那说的就更透彻了。立心缘相，心缘相是就是我们心里攀缘呢。啊，这个话怎么讲呢？听了之后啊，我心里就想，哎，佛讲这个话是什么意思？啊，我们起这个念头啊，就落在心缘相了。你不会开悟，啊，为什么呢？你是用啊妄想、分别、执着来接受佛说法，啊，妄想、分别、执着是迷，迷不能破迷呀，啊，用心缘相决定呢
错结佛的意思，去结佛的意思。怎样才能解佛真实意呢？一定要立心愿相。换一句话说，你就用直觉去感受，听懂了就懂了，听不懂别去想，越想越错。绝不可能说你能够想通了想对了，没这个道理。为什么？佛的言说是从真心里头流露出来的，我们要用妄心去接受，把佛真心里头漏的法全把它变忘了。一切法从心想生嘛，因此我们要用真心去接受，懂就懂，不懂绝不理会。中国过去教同盟都用这个方法，你听不懂没有关系，你再听第二遍，再听第三遍，遍数听多了你就悟了，你自然就懂了。绝不能去思考，绝不能去想象，我以为怎样怎样，那错了。我以为怎样，落在第六意识了。换一句话说，你依旧用的八十五十一心所，你怎么能接受大乘佛法？小乘佛法可以，可以用意识。大乘佛法的目标在明心见性呐。跟小乘法的这个用心完全不相同。小乘法没有离开心意识，所以你用心意识能理解，大乘佛法不行啊，用心意识不能理解。这个道理我们要懂，要明白，然后才知道如何能够其如大乘。我们自己修学，处世待人接物，就是在讲台上跟大家研究经教，那我们要问，这个我们今天讲这段经，这段经需不需要准备准备呢？这准备就是心意识啊。有什么好准备？没有的准备啊。为什么没有的准备呢？佛经跟诸位说老实话，没有意思。佛没有意思啊。正因为他没有意思，没有意思，他没有心意识，所以他就是变成无量意了。我们有意思，意思只有一个，不能有两个。佛没有意思，所以字字句句里面就含着无量意。你看同样这一部经文，随便你怎么说，都说得很有道理。过去我们初学的时候同学当中常常开玩笑佛经也展开呀，对人说人话了，对鬼说鬼话了，人也懂，鬼也懂啊。确实是如此，它里头含无量意。如果我们用心去研究就一个意思，一个意思可能还错了。决定不是佛的意思，为什么呢？佛没有意思，你怎么能把意思加给佛呢？他没有意思，他是从自信当中
自自然然流露出来的。众生有感，佛就有应。众生有意思，佛没有意思。妙就妙在此地。所以世尊一生说法，般若经里面讲呢，没有说一句话了。谁要是说佛说法了，那叫谤佛。佛确实没有说过一句话。这个话呢，诸位细心去体会。体会得其中的意趣，然后才知道我们应当如何学佛。在这一生当中啊，学得像佛。佛对我们的期望啊，我们要有立志向上，不要辜负佛的期望。那么这个事情怎么落实呢？楞严经上讲啊，最初方便。这个话说得好啊，最初第一步我要从哪里入门？关系太大了，这第一步跨不进去，这一生就没法子了。我常常勉励同学们，第一步啊，放弃自私自利，就是《金刚经》上讲的无我相。我们首先要学什么？学无我。无我不是没有这个身体了，这个身体一样很自在呀，每一天跟大家一起相处啊，一样穿衣吃饭呢、执着这个身体是我的念头打掉，这身是什么呢？身是我所有的。就像衣服一样，我穿这一件衣服，这个衣服是我的衣服，它不是我。这搞清楚啊，我的衣服总不能把衣服当作我啊。身体是什么呢？我的身体，身体不是我，是我的身体。这话您听懂吗？身体不是我，身体跟衣服一样。我的衣服，我的身体，是我所有的，它不是我。你能把我所有的放下，慢慢就会把我找到了。那个我是真我啊，绝不随身体生灭，就像我们人的身体绝不会随衣服生灭，衣服穿破了，脱掉丢掉了，换一件新的。我们明白了，我这个身体用了几十年，用老了，用旧了，差不多要坏了，不要它，丢掉，换一个新的身体。所以身体是我所有的，不是我。你首先把这个观念转过来，众生修行不能开悟，不能证果，第一个因素就出在这里，他始终把自己身体当作我，错了，他没有找到真正的我啊，把身体当作我啊，这是头一关呢、头一关必须要突破，往后的关口还很多，但是头一关突破不了。后头就不必谈了，谈了也没用处啊。佛在经上说的很多，说的非常微细。
啊，我们一步一步的来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要来就事论事了。这个观念换过来可不是一个容易事情。佛在经上说过，小乘阿罗汉把这个念头转过来，就是破我执啊。经上有个比喻，如断四舍离破流，破流说瀑布啊，这个瀑布多大呢？四舍离长，那么大的瀑布，就好像一下把它断掉，让它不流。我们想，这是多么困难的事情。佛用这个比喻，断我执难呐。可是大乘人呢，破我执啊，他有善巧方便，比小乘高明。大乘用什么方法呢？转念头。像我们现在初学的时候，起心动念呢，都是为自私自利。这个念头我们今天知道错了，佛教给我们转，怎么转法呢？不能不起心动念，要不起心动念呢，那你已经成佛了，你就不是凡夫了，决定会起心动念。起心动念呢，想一切众生，不要想我，这就把念头换过来，这个方法比小乘高明太多了。换一句话说，念念为众生，念念为社会，念念为人民，绝不要为自己，自己就得到解脱了。这样才有能力超越六道轮回。但是还超不了十法界，你有能力超越六道轮回。如果念念还有自己，我以为是这样的，我想是这样的，这个不行。念念增长我执，你修得再好，你都出不了六道轮回。什么原因？佛在经上给我们说，六道从哪里来的？六道是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。你天天在增长执着，你怎么能脱离六道？阿罗汉脱离六道了，凭什么？不执着了，与世出世间一切法都没有执着，他超越六道了。辟支佛菩萨更进一步，不但不执着了，分别都没有了，他超越十法界了。一真法界里面四十一位菩萨，法身大士他们无明没断净啊。无明是什么？妄想。妄想要净了啊，一真法界四十一个位次没有了，那叫圆满成佛，究竟成佛。佛把事处事法一真庄严一语道破，我们不能够不
不明白。啊，你要不明白，你怎么可能成就？啊，我们真正想成就，决定要把自私自利舍掉。啊，这很多修行人懂这个道理，听得很多了，为什么不能舍掉？这一舍掉，我明天怎么活啊？他还想活，他还怕死，他不敢舍，所以他永远入不了门。啊，不知道什么，这全是假的，他不是真的。生活所需，哎，还越舍越多，啊，不是舍了没有了，越舍越多啊。这个道理是真理，世间人不懂。啊，佛在经上常讲，啊，世间人贪图财富，财富能贪得的吗？贪不到。你命里头有多少财富，你什么时候财富现前，都有一定的时间因缘。啊，真的是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，谁定的？自己过去生中造善恶业定的。只有真正懂得、真正体会佛陀教诲的人，他明白。啊，我们这几年住在新加坡，新加坡有一位坛禅法师，啊，福州人，我跟他见过很多次面。这个人在新加坡传奇人物，啊，他住在城隍庙，城隍庙摆个小摊子，卖钱纸香蜡烛，啊，供借这些善男信女们，啊，去拜城隍，啊，那个钱就是一块两块钱的收啊。他这个摊子摆了几十年了，啊，这些钱呢，他都积蓄起来，啊，存在银行，自己一分钱都不用，生活非常简单，吃饭没有两个菜呀，啊，喝水自来水，啊，我们去看他，啊，承蒙他。瞧得起，把我当作贵宾，特地到别的旁边小店买一杯矿泉水，他招待贵宾的。啊，他的钱到哪里去呢？捐献给道场。我最初跟他认识是在美国旧金山，旧金山有一个大觉莲社，啊，我在那里讲过不少次的经。啊，大觉莲社当年买这个道场，是美金70万，坛禅法师就送了40万。啊，人家钱送过去之后，不闻不问。啊，什么名义都不要，只留一句话给他。啊，我这个钱是我的因果钱。啊，我造的因，今天我把这个钱交给你了，以后呢，因果是你负责任了。第一句话交代完了之后，以后再都不会想这个事情，心地清净了。
听说福州有个西禅寺，西禅寺大概他捐助了1-2百万美元，捐出去之后再不过问了。过人因果，过人负责，这是他的口头禅，所以他心底非常快乐。他这个事情做了，决定没有后悔，决定没有牵挂，决定不会再去想想。完全是为佛法为众生。我们对这个法师非常尊敬。这个法师跟其他道场法师很少往来。他有他特意的这个作风。也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。从这个地方我们能观察，他没有执着，他没有分别，他心地清净，一生过最清苦的生活，过最简单的生活，感化众生。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边都不沾呢。他过的是什么生活？佛菩萨的生活。那是去入诸佛境界，安住诸佛境界。我们是凡夫，不知道他的本籍是不是诸佛菩萨示现的、化身的，都很难讲。我们对他非常尊重，所以修行的起步，改心，改变心理。改变自己的想法看法，这叫治心地。所以善财童子南行，这个南不是东南西北的南，它是表法的。中国跟印度有许许多多相同的地方。中国人讲五行，印度人也讲五行。五行里面南方属火，火象征光明，善知识住的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就叫做南方。那为什么那个地方有智慧的人在那里？智慧是光明，所以南是代表智慧，代表光明。善知识住在哪个方向，那个方向叫南方。住在哪个城市，那个城市叫富城，那个城人有福啊。所以经上讲的富城，讲的南方，你要把它真的当作方向，真的去找这个城，那就错了。他决定找不到的，历史上没有的，他是表法的，真的是意在言外呀，这难是这个意思，像海门国，海也不是真的大海，同时用的表法，你看表观心海。观这个字我们要把它认识清楚，什么叫观？立心一时叫观。心
我们常讲的落印象。我们眼睛看了，耳听了，耳心里有个印象，印象很深。经年累月都忘不了，印象深刻。这是心的作用。意呀，意是执着。识是分别。观利益心意识，换一句话说，利分别，利执着还不落印象。这叫观啊。如果我们不分别，不执着，不落印象，你就看到自己的真心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妄想分别执着是妄心，不是真心，真心里头没有这些东西。这是妄心，叫我们观心海，海是比喻。这个心呢，是大而无外呀。常讲心包太虚啊。事处是法，唯心所现，心是能现啊，虚空法界，一切众生是心所现。心是一个，不是多个。所以大乘经里都常说，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，法身就是真心。都是这个心变现的。佛见到真心，所以佛知道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自己，所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生出来了。爱护一切众生是爱护自己，是自己真心本性变现出来的。四圣法界是真心变现的，六道凡夫也是自己心变现的，天人是心变现的，地狱也是自心变现的。力了心性的，无有一法可得。所以禅宗里面常说啊，若人识得心，大地无寸土啊。道理就在此地。他为什么能见到真心？他用观。我们为什么用不了真，见不到真心？我们日常生活中用识，识是妄心，妄见不了真。所以你要想见到真心，你要想见到宇宙人生真相，你得用真心的，你要把妄心舍掉，利妄想分别执着，那就是观。有初学的同学听了这个话了，怀疑了，我立分别执着，那我还能见吗？我们就现前眼前这个境界来做实验。我眼睛看到外面形形色色，看到
看得清楚啊，我确实没有分别他，我也没有执着他，你能说你没看见吗？你看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这是你的真心在见啊，确确实实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古人所谓啊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。为什么呢？你里头没有妄心啊，没有妄心。这个境界非常非常微细呀。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无疑不如是。啊，所以，我们没离开妄想分别执着，我们这个眼见外面叫见性见，见性是真心。啊，见性见外面是什么境界呢？色性呐，这叫明心见性。啊，而闻性，闻外面的身性啊，见性跟色性是一个性，不是两个性。闻性跟身性也是一个性，也不是两个性。这就妙绝了啊！到这个地方才还能喊到妙啊，真妙啊！啊，自他不二啊。物我一如啊，这是什么？如来法界，诸佛境界，你才入进去了，你才真正明白了。到自性其用，那就是真实智慧。由此可知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错用了心啊，自寻烦恼啊，所谓天下本无事，容人自扰之啊。自性里面本来具足无量智慧，本来具足无量德能，真的是心想事成，千真万确。我们今天听了心想事成这一句话很好听，可是做不到。原因是什么？我们用的是妄心，妄心与这个不相应啊！用妄心要想得财富，那你只好修因啊，修财布施啊，修财布施得来的财富是你修得的，不是你的性德。性德现前，要不要修的？不要修啊，真的是要什么它就现前，东西就现前。像这个《弥陀经》《无量寿经》上所说的西方极乐世界啊，四衣得衣，四食得食，想穿什么衣服，衣服已经在身上了啊，想吃什么东西，那吃的东西摆在面前了啊，不想吃了就没有了，也不必去收碗洗碟子，不需要啊。那是什么？那是性德。我们今天没有见性呢，那想物质生活过得好一点，只靠修啊。修佛教给我们，财布施得财富，你布施的多，你得的就多；你布施的少，你得的就少。
你布施得很痛快，很欢喜，布施过后啊，念都不念他，你将来得的这个财富啊，就非常顺利，啊，很容易得到，啊，赚钱太容易了。不必动一点脑筋啊，和钱财源源不断而来了。什么样的因得什么样的果。啊，如果我布施之后啊，还想很多很多，哎，将来你也得财富，财富得得很困难。啊，布施那么很顺利，道理在此地啊。那么大家知道佛门里面供养这个出家人，这是修福的。我们打斋，请出家人到我这儿来应供。我这个供斋呀，在这个餐馆里面，要请出家人从他家里到我这儿来，走得很辛苦啊，来吃一顿饭呐。将来你得福啊，福是得到了，得到很幸福。那就是个道理啊。如果我们把这个斋送到那个寺庙里供养他了，那就不一样了。将来你得财富啊，就很顺利，一点都不辛苦。然后你才能够想到，这业因果报啊，很危险啊。发布施得聪明智慧，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。什么样的因得什么样的果。你看，我们想财富啊，又想聪明智慧，又想健康长寿，你不修因从哪得来？没有这个道理呀！什么样的因呢？感什么样的果报？我们从果报上能够看出。他过去造的业因，从现在造的业因呢，我们知道他将来的果报，丝毫不爽啊！所以要懂得修因。当然修因，这是不得已啊，先前这个阶段最重要的。见性啊，见性呢？换一句话说，最重要是用真心，不用妄心。决定不要害怕，我用真心待人，人家用虚情假意待我，我诚恳对他，他还欺骗我。你要怕这个，那你就是凡夫，你跟他是一样的。我们要学佛，佛菩萨不在乎这些。我们走的是佛道啊，设法界，我走设佛法界，走菩萨法界，他们要走三恶道，那是他的事情啊。如果我在这个里面起一念分别执着呢，我跟他去了，他往哪里走，我跟他走了，这叫大错特错。我们不能转他们，至少不能被他们所转。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德行智慧还不能影响他，但是我们绝不被他所影响，我们才会有成就。佛家说得好啊，共修功德，婆修婆德，不修不得。无论信德修德了，都离不开这个原则。所以这个观非常重要。心经诸位同修都会念。你看心经头一句，观自在菩萨。用观就自在了，用识就不自在。实是什么呢？妄想分别执着，你怎么会自在？观里面呢没有妄想分别执着，他怎么不自在？无论干什么
都得大自在，永远保持自己的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慈悲，绝不受顺逆环境影响。顺境逆境，善人恶人，通通没有影响。顺境逆境，善人恶人，在菩萨眼中是平等的。为什么？他没有分别，他没有执着。这个本事我们要学啊。世间人常讲啊，害人之心不可有啊，防人之心不可无啊。那是人道，那是人。佛菩萨呢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也不可有。这防什么？没什么好防的，平等法嘛，还有什么好防的？你看那个心境多自在，有防人的心就不自在了。所以迷雾苦乐啊，确实在一念之间啊，悟了离苦得乐啊，迷了啊，那这是苦不堪言呐！这个说了这个观的重要，我们应当要学习。这个观有三个层次啊。第一步叫观照。第二步功夫呢叫照住。这得定。第三步功夫叫照见，见性。你看《心经》里面讲观自在菩萨，就是观世音菩萨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照见那最上层的功夫啊！我们现在在这一生当中，能够学会。观照就不错了，不用心意识了，能够做到观照，修学其他的法门还不行啊？为什么呢？出不了三界。要照住了才能出三界，这个不是简单事情。要照见呢，才能出十法界。但是观照这个功夫，要是用在净土念佛呢，肯定往生。这就是念佛法门里面讲的功夫成片呐，净宗功夫成片，跟禅宗这个观照的功夫是相等的，但是禅宗出不了六道轮回，净土可以待业往生，这是靠佛力加持啊。这一门能成就啊，我们要讲到照见照住，这一生当中肯定做不到。但是努努力呢，这个观照啊肯定可以做到。所以你要真正呢求往生极乐世界，没有一个人求不到你要懂得道理，你要懂得方法，如理如法的修行，这一生决定成就。净宗法门特别
特别在哪里呢？西方极乐世界四土三辈九品是平等的，它不是没有四辈，不是没有九品，它有，不像我们这个其他的诸佛国度不平等。释迦牟尼佛，我们今天住的释迦牟尼佛的娑婆世界，这个世界有长吉光土，有十报庄严土，有方便有余土，我们都见不到。我们生活在凡圣同居土里头，虽然在凡圣同居土，我们是凡夫，见不到圣人。这个世间有菩萨道场，有阿罗汉道场，历史上都有记载，我们凡夫见不到。为什么呢？不同空间为次。确实在这个地球上见不到。西方世界不然呐，他虽有四土三杯九品呢，通通看得到啊，通通合在一起呀。所以我们虽然是凡圣同居土，下下品往生，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天天跟观世音大势至菩萨、文殊普贤菩萨呢，天天拉手啊。天天可以在一起生活，在一起学习啊，他们是长吉光土，是十报庄严土，他能够合在一起，这个不可思议。佛在经上讲啊，十方世界所没有的，只有西方极乐世界有。这一桩事情诸位如果还不能体会，我举个比喻，好比我们在学校念书，你看现在的学校，一般学校幼稚园跟小学分开的，不会在一起上课，小学跟中学也分开的，中学跟大学也分开的，一个大学里头大学部跟研究所也分开的，不在一起上课，不容易遇到。西方极乐世界就奇怪了，幼稚园、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研究所在一个教室，这个很奇妙啊！所以说通通都见到了。极乐世界就像这个样子，它确实有四土。但是他在一起生活，在一起学习，这非常非常不可思议，所以释迦牟尼佛说呢，这十方世界所没有的，为什么我们劝我们求生西方净土，道理在此地啊。我们在其他诸佛世界里面，要跟这些等觉菩萨天天在一块生活，在一起学习，不容易呀，没有这个机会呀，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有了。所以跟这些人常常在一起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，你的德行，你的学业，怎么会退步呢？只有进步，没有退步啊！所以西方世界没有退转，他方世界修行有退转，有进有退。西方世界为什么不退转？道理就是，比我们高的这些阿罗汉菩萨太多了，天天跟他们在一起，想退都退不了。这是这个世界的殊胜，真正明了，哪有不希求的道理呢？下面大师说，这个表观星海，为智心的深光门户。
我们读这个经书，要想到前面吉祥云所说的，前面讲念佛法门，借着给我们讲心地法门，岂不是心净则佛土净啊？我们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心不清净怎么行呢？要想心清净，你不放下万缘，你的心怎么会清净呢？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我们心就清净了啊。这个是治心地的总纲领啊。海为法门，还是比喻心广大无际啊，心包太虚两周杀界，量大佛大了，所以一定要懂得拓开心量。普眼发云，普是平等的意思，普是普遍的，利益且分别执着，你的看法就平等了啊。平等观呢，这叫普眼，你观察一切法，那个云是比喻啊，比喻什么呢？非有非无啊，事出世间一切法了，非有非无啊，就像云一样啊，不能说它有，也不能说它无啊。你说它无，它有相；你说它有，相是假的，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啊。所谓是相有体无，事有理无，这样你才能看到真相啊。然后你在这个事相上可以受用啊，你可以享受，不能执着，执着就错了啊。所以诸佛菩萨示现在人间叫游戏神通，他自在，他没有执着啊。华严经上讲的离事无碍，事事无碍啊。他为什么无碍呢？因为相有体无。所以他没有障碍啊。那我们现在为什么处处成障啊，障碍重重啊？我们把这相有啊以为是真有啊，不知道这个有啊是幻有，把它当真的了，我们的亏吃在这啊，对这个幻象生起坚固的分别执着，我们亏吃在这里，所以才成了障碍啊。我们不了解事实真相，金刚经末后四句偈啊跟我们讲的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，这就说明啊，设法界一真庄严呢，佛菩萨眼睛当中是梦幻泡影，他不会执着。这些现象存在多久呢？如露亦如电啊，如露，露是露水，太阳出来就没有了。这是讲什么？讲相续相。如电呢，
电是闪电，比喻的真相。真相呢，刹那生灭。生灭几乎我们没有办法觉察到，所以不得已说一个生灭是同时的。生灭同时，所以佛讲不生不灭。一切诸法确确实实，事发佛这个佛法真相都是如此，不生不灭，不来不去，不垢不净，不依不异，中观论上讲的八个不，形容宇宙万有的真相，确确实实如是，应作如是观呐。这个观是诸佛菩萨观，这个菩萨是化身菩萨，不是普通菩萨。我们要学佛，要从这个地方学。所以头一个要学什么呢？学吃亏。不要怕上当。你才逐渐养成一个法器。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一味真诚，绝不掺杂丝毫虚妄。我这一生决定成就，我在现前生活里得大自在，身心自在。世间人有忧虑，我们有忧虑；世间人有牵挂，我们有牵挂；世间人有妄想，我们有妄想。世间人有执着，我们有执着。我学佛菩萨，我现前的生活在哪里呢？现前生活就是大放光。现前过的日子就是佛化言，个人有个人的法界，个人有个人的境界，两个人手牵手啊，两个人境界不一样，法界不一样。那我们跟菩萨手牵手，他住一真法界，我住六道轮回。诸位从这个地方细细去思量，细心去体会，然后才真正晓得佛法的殊胜受用。佛法不可思议啊！这个说佛法，这是刚才讲的名相。执着名相的人很难理解，我们不说佛法。换一个句话来说，觉悟的境界不可思议，觉悟的受用不可思议。觉悟就是佛法，佛法就是觉悟，不再迷惑了，你就得大自在啊。无论在什么时候，无论在什么环境里面，无论遇到什么人事物，皆大欢喜，常生欢喜心呐！你的忧愁烦恼从此一扫而光，再不会现前了。这个快乐内心里头生出来的，喜悦。不是从外头环境的，内心里面生出来的，这个就是
心地法门啊，普言法语啊。下面是讲它的作用，深广福运助众生啊，这就是讲的利益一切众生，佛悟一切众生，为一切众生造福。表智地中观察众生，生起深广大悲故啊，这个两句容易懂，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。